自乐出门吧，敌军玩一把老头三千打狗头人。碾碎他！老头儿，这不交闪交啊！全军出击！学个炸弹，老人与狗。老人与狗，兜。哎，兜儿，哎，哎，兜儿，点，点，兜儿。谢谢猴哥直播间的白嫖党，走！减速，走呀！失败了，这个炸弹。谢谢南宁汉太嚣帮我打队友。减速。配件攒钱买水表，那个配件怎么不卸呀？啊，卸了。我这不是那啥呢吗？撇地雷呢吗？兜儿，兜儿，致命点呀！谢谢蓝连汉太嚣刚无法勾留。谁来了？跑快快！还有啊。能打过那赵信吗？时间正在流逝。啊，你跟赵信打呀？加把劲！中单掉线了。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呀、啊！哎，必须的，减速兜。不会有小兵打的。是。狗头人，狗头人补了15个兵啊，没事，他只要敢上来，我们就撇地雷。兜兜减速，兜
的抽抽烟，应该抽不死，没事，我们跑就行了。我升了，减速，兜兜，死了。闪慢了，感觉闪快一点，稍微他大不着我了，就没事，一命换一命。嗯、我再弄完了吧。嗯，下把抽。嗯。加把劲。加把劲儿。三速还狗头人，哎呦我！我们出个啥呢？我们出个炉灯，我们出个泳霜啊，要不？必须的。中单挂机了，是啊，中单掉线了。哎。减速平的，是减速 Q W Q。减速抠一下，插个眼儿。他们家什么打野？赵信打野。减速抠 W 抠，再减速。一个刀也不补啊！哎呀，减速，撇地雷。加速，减速，炸死狗头人。这样吧，来个吸地海啊，配个征服典籍。快跳弹可以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家没中单。哎，为了防止你上线升级等级太低，我给你升一个吧。嗯、啊、升错了。伤错了，投什么降？为什么要投降？ADC 0-4，0-4又能怎么样？嗯，
我最讨厌的就是投降，别给我投啊！呀，下葬了，漂亮！减速 ，Q， 打不了 Q， 来人了吧？快跑！后边给我整了个峡谷先锋，我靠！AD 装怎么样？没用啊！是 AP 装就可以了。只不过这个峡谷先锋确实是挺烦人，真的。他直接放峡谷，那有人给他们扛塔，我进塔没办法。狗头人干哈呢？啊！我这吃塔皮了。好像还能吃一层啊，哎，中单真他妈的烦人，真是烦人，太讨厌厌了，中单真膈应人呢。俺们属于一个得打仨、啊、你知道吧，又得打打野，又得打中单，还得打个狗头人。这个晕丸能有这么高，不是这为什么投降了呢？哎呀我的天，拔不出来给我晕了。